主播软蜜，欢迎大家。喜欢主播的可以点关注，手机用户左上角，电脑右下角，然后大家可以帮我点一点小粉心，小粉心。麦上的主播一麦二麦，大家帮着点点关注，谢谢。声音大点，听不见吗？接下来给大家带来我的第一个舞蹈。谢谢啊，感谢我们家墨迹。我这个要是不分屏的话，他跑光，你知道吧？跑光，椅子舞，你懂得挺多呀。你还知道椅子舞呢？想用的道具还不少。大家来到九三啊，全网级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然后我们喜欢主播的关注点一点，大家帮我点点关注啊，辛苦了。手机左上角，电脑右下角，直播时通知我。这个衣服不行，你来，你上来跳的来。
我看你穿的啥衣服，你来引领一下九五三的服装潮流，相信你。接下来给大家跳第二个舞啊，辛苦了，我们继续呢，给我点点关注，然后点点小粉心，谢谢，感谢我大哥。聊天的还是跳舞的？我想聊天就聊天，想跳舞就跳舞，你有啥办法吗？大家来到九三啊，你厉害，你都能判断出我的属相，你给我看看我什么血型。我没有点关注的啊，把关注点一点啊，谢谢，感谢大家的画画啊，累死我！对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感谢天星。
谢谢你们的花，感谢大家的点心啊，谢谢过江龙，谢谢月妮。主播辛苦了，还好还好，你看像这种哥哥多温暖啊，对吧，问候一下，辛苦了，你老说人属牛的干啥啊？什么居心，你为啥辛苦啊？你是看美女太多然后也太累是吗？谢谢，感谢梁山啊，看着也好辛苦，你们是哪里比较辛苦呢？身体和精神吗？注意身体，对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谢谢，感谢大家的礼物啊，喜欢主播的记得点点关注。不要再说我属牛了好吗，那容易暴露我的年龄。接下来给大家带来我的第三个舞，双手都没力气了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谢谢谢谢，感谢空气，谢谢空气的壁咚，大家记得帮我点点关注啊，欢迎大家来到九三，没有点关注的小哥哥呢帮我点点关注啊，辛苦了。